少说呢，皇上既是恨他，就一刀砍了他，我不说什么。可你要知道，做臣子的也许有不对的地方，但最不对的，头一个就是你。秦爸爸训斥的是。 秦爸爸，这都是伪诏啊！这个我知道，谅你也没那么大胆。不然，你射的就不是袁世凯，而是你亲爸爸了。儿臣不敢。你是不敢，可不等于你心里头没有。看看洋人是怎么说的。 光绪皇帝是维新派，慈禧太后是保守派。光绪代表清国新制度，慈禧太后代表旧制度。这个说到你心里去了吧？秦爸爸，这些都是康有为在海外造的谣。在你心里头，你那个心肝宝贝康有为很不错吧？ 你应该再颁个诏书，让他回来整我呀！躲在外头算什么本事？李莲英，奴才在。这些个小太监就知道教唆皇上玩乐，不能让他们在这儿，派几个稳重的伺候皇上。这。 皇上身子有病，让他们伺候皇上多歇着。秦爸爸，儿臣没病啊，儿臣没病啊，秦爸爸。有病，还病得不轻。儿臣没病啊，秦爸爸。圣宫为何调养江西？年内所有升殿典仪均着停止。 二位这边请。怎么样啊？从脉象上看，皇上无甚大病。无甚大病？那太后叫你来给皇上瞧什么病啊？还请了那么多名医。德公公，从脉象上……去去去去去去去！你说呢？德公公，皇上想吃点什么？ 就吃点什么吧。这么说，皇上有病，病得还挺重。你把它写下来，现在就写。好。这份恭请费力折，奴才与徐师傅写好了。满朝文武都签了名，荣禄呢？李鸿章呢？荣中堂没有签，李鸿章没了官职，所以。
御医给皇上下了诊断，气虚体亏，病得不轻啊，恐怕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998，999，太后，又是999步。歇会儿吧。小李子，这你还记得吧？李鸿章有一次也扯了这散步的事儿。奴才记得，李中堂说呀，他散步没什么章法，只是把身子走热了就可以了。太后您散步那是合符天数的，99归一统啊。这把皇上给废了，立哪个当皇上啊？折子你们拿回去，有功夫听听荣禄的，还有外省督府刘坤一、张之洞等老臣的意见，听听他们怎么说。奴才明白了。啊，托太后洪福，老臣得以周游列国呀。你倒挺悠闲啊。这老臣倒也没闲着。红儿说呀，太后就爱个新鲜玩意儿。红儿这丫头倒没把我给忘了啊。这东西干什么用呢？这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啊，她能看到。眼睛瞧不见的东西他能看见啊。小李子，这找点什么东西咱们瞅瞅。大了。哎，这行吗？这个也大。哎，李公公，你找一个比如头发丝儿什么的。那小李子，你从我头上揪根头发下来。哎呀，那哪成啊！要揪也得揪奴才的。哎，啊，太后请看。什么也看不见呢。您把眼睛放低一点，放在这孔上。还是看不见。哎呦，怎么这玩意儿？小李子，这你这头发里怎么有活物啊？啊，你找事死了？不会，那怎么会呢？您看这。那你自个儿瞅瞅。这什么呀？乱爬乱动的。李中堂，你搞的什么鬼呀？太后和李公公看到的东西啊，那叫微生物。这东西呢，肉眼是看不到的。那他怎么能看见呢？那是啊，西洋呢管这叫显微镜，小的东西啊可以放大，看不清的东西呢放在这底下，那就看清楚了，这就是见微知著嘛。要我看呐，你李中堂不用这显微镜，你就见微知著了。哎，这去年康党还没闹起来的时候，你就躲了，我还是让你出了洋了。可我告诉你，现在有人弹劾你是康有为一党，你还是没躲过呀。老臣就是康党啊。去年戊戌维新，老臣没能亲自参加，可皇上和康党的一些新政，正是老臣想做而几十年没有做成的。
老臣侥幸没有能够成为康党，可老臣的心里，那实实在在的就是康党啊。李鸿章，皇上病重的事儿，你知道了吗？你不用跟我装聋作哑，我跟你明说了吧，朝臣们都上了折子，要我把皇上废了，你怎么说呀？哎，李中堂，太后问你话呢。李鸿章，你聋了？太后，老臣的耳朵确实聋了。太后和皇上的家事，做臣子的不能语闻呐。如果太后还要问，那老臣的耳朵可真要聋了。我怕是你心里还向着皇上吧？老臣心里向着皇上，还是向着太后，您心里最清楚。好吧，上一遭你既是躲过了，这一遭我还是放过你。我看你闲的时间也够久了，广东毗邻香港，这个地方也需要有个靠得住的人去看着。老臣叩谢太后隆恩。我还没说什么呢，你谢我什么呀？老臣愿意为太后去看管两广。是这样啊，你跪安吧。谢太后。这个李鸿章真是倚老卖老了，连太后您的话都不放在眼里。他也该着倚老卖老了。至于他不把我放在眼里，小李子，你自己也不相信吧？奴才多嘴了。Unsere Regierung protestiert mit aller Heftigkeit gegen das Vorgehen des Provinzgouverneurs von Shandong Yuxiang, der den Boxeraufstand stillschweigend duldet. Ein Missionar von uns wurde getötet.Und wir verlangen, dass die Qing-Regierung Yuxiang strengstens dafür bestraft. 克林德先生，我一般民众与传教士发生纠纷，杀死了贵国的传教士。但国有国法，杀人偿命，如此而已。可此案未结，德国军队就悍然占我胶州湾，这已侵我国土在先。此事未了，你又要干涉我国内政，我大清政府没抗议德国便罢了，你又抗议什么？ Herr Rong, stimmt es nicht, dass Ihre Regierung den Provinzgouverneur von Yuxian zur Berichterstattung nach Peking zurückversetzen ließ? Inzwischen ist mehr als ein Jahr vergangen. Was ist passiert? Warum wurde noch nicht bestraft? 我刚才已经说了，处理官员是我大清内政，用不着阁下操心。诸位，还有什么认为我本署解决不了的问题？今日本王在此，一并消解。We heard the emperor is ill.
We diplomats of Western countries have discussed with your government several times. We would like to see what's wrong with him. 好奇怪的要求！我大清自有中医为皇上诊治，不必烦劳西医了吧 ？This is a friendly gesture. We hope your honor will accept the goodwill of all the diplomats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若是本王不接受呢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 international media said your emperor was kept under house arrest, and he doesn't have long to live.We in the West respect your emperor and admire his forward thinking. But with the return of Empress Dowager to the throne, we are confused. If the emperor were to see the Western doctor, it will alleviate the Western fears and avoid any future confusion. This.Is the real reason we would like him to see the Western doctor? 这是各国坚持推举西医给贵国大皇帝诊病的真正原因。各国都这么认为吗？我没有表现啊。姿势体大，本王今日答复不了诸位，待本王请示皇太后，再给诸位个回音。送客。老爷，刚大人和徐大人已经来了好一会儿了。哦，轿子别收，就留在门口。哎，好。哦，刚大人，徐师傅，很荣幸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啊，哎呀，这天儿说凉可就凉了。就是就是就是。二位。找我有什么事吗？太后让我们来，请中堂看看这个。啊，太后让你们来呀？啊，哎呦啊！哎呦，我的肚子！哎呀，荣中堂。哎呀，你怎么了？哎呀，真是不敬之至啊！我正在茅厕，哎呦，血里未竭，忽听二位前来，急忙出来相见，谁知道？哎呀，疼死我了！哎呀，我的肚子不容我呀！哎呀，荣中堂，快备轿！哎呦，好好伺候着二位大人啊！哎呦，哎，备轿备轿，快准备起轿。就是说呀，年轻的时候不要到四川去，那儿的青年男女呢，风流得很，一去就不想回家了。上了岁数呢，不要到广东去，那儿气候温和，吃的又好，去了就舍不得走。少泉兄。哦。仲华，红儿，把门关好，看着点，闲杂人等不要靠近。是。仲华，来坐坐坐。非常之变，恐在眼前，深夜来访，就是来请教的。仲华，何忧之身呢？徐同刚毅，带着。恭请费力的折子还在我那儿等着呢，这次我怕是逃不掉了。论你我的内心，何尝不希望太后再行费力呀？可是，哎，仲华呀，过去太后一人能做主的事儿，现在不行了，一国之事不再是一人之事，皇上变法维新，太后再次训政。虽然你我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洋人明白吗？
废立之事如果真的要实行，危险万状，各国驻北京的使臣首先要抗议，各省的江臣仗义声讨的也会大有人在。一旦兵锋再起，那于国于民的危害是怎么说也不会过分的。可你我受太后恩情深重啊。正是因为你我受恩深重，所以才不能做徐同刚毅。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有时候就在你我的一句话上。特别是你呀，种花。哎，来了来了。老爷回来了。老爷，刚大人和徐大人困了，奴才已经安排他们在客房睡了。哼，他们还真能睡得着。收好了。哎，叫醒二位大人。哎，大人，醒醒，醒醒！大人，醒醒，醒醒！哦，荣大人，你肚子好点了？折子呢？我看看。不敢看，不敢看呐！你怎么敢？你竟敢！你这为什么不敢？寡人奉懿旨，命你越看此折。那又怎么样？你竟敢违抗太后懿旨啊！明日早朝，先告你个大逆之罪。请便。哼！备轿。老爷，天这么晚了。备轿。是老爷。别说啊，听听这老世子的洋玩意儿，还真是能催眠。弄不好啊，我就在这儿睡着了。太后，要我说，您还是躺到床上去听吧。李公公，荣中堂求见。我估摸着他就该来了。哎，让他进来吧。这。荣中堂，太后让你进来呢。奴才给太后请安。起来吧，小李子，给荣中堂看座。这。小李子，
把那老鼠子都给关了。这。请太后治奴才大逆之罪。哼，这怎么话说呀？奴才将刚大人的恭请费力的折子给烧了。太后，当前局势骤然实行费力，必招大祸呀！招什么大祸呀？你跟我说说。先说西洋各国，你怎么也拿西洋来压我？洋人受康梁的蛊惑，都认为皇上是英明有为之主，这可是奴才们跟他们争不清的。洋人要保皇上，太后要废皇上，僵持下去，我大清就永无宁日了。再有。就是外省的江臣们，他们也有说法。太后圣明，外省江臣确有说法。李中堂那儿，他不算。李中堂一向是把洋人看得很重。张之洞什么态度啊？哦，这是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连衔给奴才发的，可随后张之洞又发来急电，说是让把他的名字划掉。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个刘坤一。胆子倒挺大。刘坤一就那么个湖南犟驴子脾气，话虽然说得过一些，总归是为了太后。哼，他这样耿忠倒是难得。其实呢，我在火头上也下过决断，想把皇上废了，可究竟谁来当新皇上，即使你也不赞成，这废立的事儿就缓一缓吧。太后圣明，起来说话吧。谢太后。太后，洋人请求给皇上诊病。你怎么又是洋人呢？我到底爱他们什么了？刘坤一说中外之口难防，就让他们给皇上看看，也好堵住洋人的口啊。禁止洋人得寸进尺，会出别的毛病。皇上本来身子就弱，咱们中医能查得出病来，洋人的西医肯定也能查得出病来。再说了，费力的事太后记，这是两回事儿。要是查出病来倒也罢了，可是真的查出没病，那咱们就另说了。奴才明白。Respirez profondément。请皇上深呼吸。
Retournez-vous, s'il vous plaît. 请皇上转过去。 Pouvez-vous enlever votre manteau? 请皇上把外衣脱掉。 Respirez encore. Encore. Merci, Votre Majesté. Qing Chuan Yifu. Ah, ouvrez votre bouche. Je suis désolé, mais je dois regarder. 请皇上把嘴张开。 Faites comme moi, Votre Majesté. Excusez-moi, mais je dois regarder. Je vais terminer bientôt, Votre Majesté. Détendez-vous. Don't look that way. Regardez mes doigts. 请皇上看他的手。 J'ai fini mon travail. Merci, Votre Majesté. Merci, 皇上. Well, the emperor is absolutely in excellent health. I mean, I've seen no problem, nothing. He's maybe a bit weak, but he's in really excellent health. I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y he thinks he's ill. I mean, he's really in really good shape. To your majesty, Emperor Guangxu, Prince Qing, and all the ministers present. I am very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emperor is in excellent health. He's only feeling a little bit weak. Since we all gather here, I would like to, on behalf of my government and those of my fellow diplomats, to inform His Excellency Prince Qing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that in the future, the only name of the Western government will address is that of Emperor Guangxu. And there will be no other. What is loose? They are blocking the way. Why? Why did they stop us? No one has the right to stop me here. I have already said. I'm the ambassador. Get them moving off the road now. Ah!
神助权，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七天，不敬神佛，忘祖先，女巫结义，男不贤，鬼子不是人所天。玉贤，臣在。你们山东为什么要闹权呢？病太后，洋人太欺负人了，修教堂他们占房子占地，修铁路毁庄稼挖祖坟，老百姓都气急了。自从洋人进了我大清，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是年年月月都有啊。我大清的臣民是恨洋人，这些仇呢也不能忘了，可最重要的，咱们还是要渐渐的自强起来。你说杀一个洋鬼子，烧一个洋教堂，就把仇给报了？太后圣明，可义和团和洋人作对，也是出于公心呐。公心？不会吧，你这神了鬼了的，不就是骂洋人吗？太后，不光是骂。太后，您听这个，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扒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哭连连，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太平年，大清一统。太后，义和团的宗旨是扶清灭洋。哼，这倒是个新鲜事儿了啊。以往呢，红花会、白莲教，还有长毛太平军，都是乱民，无一不是要乱我大清。这义和团扶清灭洋，